这个车还开着后备箱，他拉这个什么东西？我以为是水。你买了梨是吗？买了梨就好了。我以为是那个白车的人在那儿买东西，没想到是大宝下去了。没有，你说那个白车是要干啥呢？哦，阿姨就喜欢天天来咱们基地这块儿，风情街这块儿，她自己也在拍视频，你说 啥？梨5块钱一斤，啊，那还行。橘子呢？你不是上火了吗？一屋子上火的人，那你还买了这么多叶子？叶子多少钱？2块钱叶子。这样好吗？搞个小房。好。算了。哇，这个好好闻呐，这个应该好吃。对，你们要吃吗？我去给你们洗了。给我搞一个小点的。你搞一个。没有。完了，我剩下的拿回家。人家装了那么多叶子，还有人买单，你说奇怪吧？瞪我干啥？炖了。没事，哎呀！终究是影响了。这个不好香啊！这个梨子好甜啊！还真是好，很啊！忙碌的一天即将要结束啊！这样看的话，它就是什么的；但是正着看的话，它就是镜像的。看，所以大家一直问直播间为什么是反的，这样镜像打的话，直播间里面就是正的哦。我们这个基地的直播间不是可以做美食吗？然后大宝就，老远就闻到了，他烤了羊排，重抹羊，你看看，你不烤糊了吧？不会，没有，今年，哇，好厚啊！而且它整个味道。哇哦！好吃、啊，这个我道具给吃完了，行吗？哎呀，这个，它应该是抹了一点点的那个什么酱料之后烤的，它里头明显就没有入进去调料的味儿，但是还是很香的，外面这个有调料。晚上不吃主食了，吃个羊肉吧，肉没事。真好吃啊！你看，闻着味儿我就来了。肉也好厚，哇，真好吃！这个肉好多呀。很厚实，超级厚实。不像羊排，像羊腿啊。你就撒了点孜然的那个什么料是吧？对，对，里头肉里面没有进去那个味儿，但是肉还是很香的。你知道它的肉质是在那儿吗？我烤的时候，虽然我不吃肉，但是我烤的时候我发现它外面就是外面烤的酥酥焦焦，但是里面那块是真的嫩，你中间要翻就是有汁儿的那种嫩，汁是吧？原汁的嫩。羊肉本身的汁儿把它味道带起来了，它就是那种，就把这块这块渣渣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对，那是脆皮烤肉，脆皮烤肉那种是吧？五花肉那种，晚上我再烤烤，你再烤烤，为了防止别人偷，我就这样。